第八题，三个质量相同、温度皆为90度 C 的甲、乙、丙不同物质，投入质量相同、温度皆为25度 C 的丁戊己三杯水中，结果丁杯的温度升高为50度 C， 戊杯的温度升高为40度 C， 己杯的温度升高为30度 C。假设此过程中热量损失很小，可以忽略，则甲、乙、丙三物质的比热大小顺序为。我们晓得，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之下，比热越大的物质，温度越不容易改变，包括不容易上升，也不容易下降。现在甲、乙、丙三个都是90度 C， 然后甲呢，结果最后变成50度 C， 乙呢，最后结果变成40度 C， 丙最后结果变成30度 C， 所以甲的温度变化最小，所以比热会最大。丙的温度变化最多，所以比热会最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晓得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则甲、乙、丙三物质的比热大小顺序为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大于乙大于丙。